现在玩的是《魔戒三季五》，然后我终于打赢巴尔了。啊，对，有够难打，然后就其实很简单啊，我们试半天，就你需要一只2000出头的，然后你放个加重提示，再一个炼狱，这个应该都不用，把它拔掉。诶，他为什么有3000多万啊？随便啊，反正就是差不多能力值满的，加个加重提示，然后另外一只要强一点。诶，我是用 K 啊，他大概要多个贪婪精神吧，然后加重提示炼狱，就是这个。诶，还有拼死看你要不要用。哦，然后你要把这两只的那个复仇量表用满。啊，用满的方法，你可以装一个有复仇屋的武器。这个打完再讲好了。诶，我现在到底有没有声音啊？怕没声音了吗？我看一下，没有声音，我在那边自言自语。应该是有吧。哎，有，好。OK，啊，有这两只之后呢，你需要用你的部队屋，随便两个可以塞20个人的。我是用医疗队啊，我那个后援部队人数不好，没有查，然后我把它关到400。还有一个是在哪里去了？步兵队。这两个都20个人的，后面还有什么会议暗装部队啊？还有好像还有一个，哎，没有，好吧，能塞20个人的就只有3个。好，然后就开打。哎，我又跑错地方。哼哼。哦，很简单嘛，就2次部队攻击就赢了，超蠢的，我们打半天，真的。啊，这个剧情跳过好了。对啊，因为那个后面这个巴尔魔炮要前面这只巴尔倒掉之后才能对它造成伤害，我试的结果是这样，所以我们就需要速度上，给他来一个部队转攻前，我开动画，这样扣的时间比较久一点。然后我有一次试试失败的。失败的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是有一只没中啊，它活下来了，结果后面那个炮我就打不掉，超扯。啊，这应该部队总攻击一下要死了。OK，哦，哎，好，我忘了开动画，开后面那个就好。拜，白痴。啊，居然没开到中，然后第二只嘛，没扣属性呢。后第二只就打这个炮，哦，没错啊，超蠢的，哎，在那试半天，那就把这炮打完就过了，9亿有，对，应该没有剩吧。有剩的话，可能要就去剪一下尾刀之类的。哦，OK，这样就过啊，普通的啊。那个修罗的我还不知道怎么弄哎。我看人家影片，可是我没有那个日文版的 DLC 啊。它有一只那个普影炸掉会加全体的那个能力的。哎，打倒了。好的，这个可以看一下。哦，这样就赢了啊。哦，好，我们最强，还有修罗八人啊。哦，搞定。哦，增速积蓄。
对，任务就过啦。什么想要拿出真本事的超魔王交战？这是什么？把我的恢复队拆掉，可以不要拆。然后干嘛？大概打一两分钟就打完了，超快。想要和什么超魔王交战？拿出真本事的超魔王交战，这三小。那打完只是拿一个帧数出去哦。喂，成功。我把那个地图修我的关卡，好的，现在绝对打不赢，要试试看吗？帧数机具就这个啊，这属性好烂哦。可是它移动加四，跳跃24，超频屋呢？看一下，超频屋，这个超频屋哦，飞行哦。就没有副作用的飞行就对了。然后西瓜，哦，之前再弄一个西瓜，损伤加50%。然后这个是拳头的复仇屋的，哦，我来讲一下复仇屋好了。它复仇屋的拿法就，你去用那个调查兵团嘛，然后调查到魔界，如果是这种黄色啊亮亮的。打，把它调查完 BOSS 出来之后，把它讨伐掉。这个我也跑半天，原来这个拿到武器就是复仇屋啊！哎，对，可以玩那个彗星流。就是我的彗星流伤害有点低啊。打 BOSS 打掉之后，哪一个啊？特异点，它就会有一个啊，像这个是藏人，特莱圣斯，这好像那个黄色掉的名称，它然后打到的东西都固定的，啊，哪个是哪个我就没有记了。那个复仇屋哦，藏人，它复仇屋就是。你装备了之后，关卡开始的时候，复仇量表上升20%，然后随便打五关，你的复仇量表就满了。哦，这可以搞完了，要干嘛？呵呵呵，我要干嘛了？呵呵呵呵。